S 的前夫汪小菲的纠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，大 S 台北住处一张床垫的品牌及价位也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，还有网友拿这个话题对林心如大开玩笑。原来是林心如24日在社群平台晒出一张在户外拍摄的美照，照片中她在大自然美景下拍了一张美丽的自拍照，充满仙气的模样令众人狂赞她美翻了。不过却有一个网友留言写下：“心如姐家睡的是什么牌子的床垫啊？”最后还故意放上一个笑字，林心如似乎因此被惹怒了，冷淡回应对方好笑吗？其他粉丝也觉得这个网友说这句话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，无聊当有趣啊。